阿姨，阿姨，你在家吗？你怎么从下面上来啊？怎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发消息也不回啊？真的是。你先上来吧，先上来再说吧。哎，你那个手怎么了？手，我看一下手怎么了。我没事。陈宇哥，不需要你不要来找我了。我放心不下你啊。你凭什么放心不下我？你是我什么人？那也行吧，打扰了，那我走了。大叔，你叫我什么？是今天要走吗？是啊。那你留下来，我坐在餐厅再吃饭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先去把猪喂了。啊，喂猪吗？我也想去看一下，但是猪很臭的。没关系没关系，走吧，一起去吧。走。直接就这样扔进去啊？对呀，等晚上的时候还要喂那个玉米的。阿姨，我来帮你洗吧。不用，我来帮你洗。阿姨，就前几天你说你爸妈同意你嫁给你表哥，你们不是属于近亲关系吗？你们这个可以结婚吗？嫁一个自己喜欢的吧，行不行？哎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干嘛？你不敢走啊，别那么客气，上次都杀了一只。哎，阿姨，就是怎么没看到你其他家人在家？那你爸妈呢？怎么没看到你爸爸妈妈？哇，那么丰盛吗？行，阿姨啊，就是你们家在这边算是有钱人了吗？但是我看你打扮的也很好啊，然后家里面的话也很干净感觉，然后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你们这边就是脏兮兮的在干农活啊。我还以为你这么好看，算是你们这边的土豪了呢。哎，就跟你现在一样吗？哎呀，其实我是希望你真的是可以嫁给爱情的。今天怎么又叫我陈宇哥了？阿姨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阿姨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大叔，我的蓝牙土豆，你什么时候去买的？你不是一直都跟我在一起的吗？跟土豆还是热的，你好厉害啊！我会变魔是吧？啊，赶紧吃。对，快吃吧。阿姨啊，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大叔，你也来吃吧。行。嗯，真不错。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怕你飞。停下停下，掉个头掉个头，我要回去找一下阿姨。我的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，每一滴泪水阿姨阿姨，啊？哎，陈宇哥，你这车是没油了吧？不是啊，我是故意推着玩的。哎呦你妈！故意推啊？那你要不下来试试，会不会轻松一点啊？是吗？对啊，你下来试试。哎，好像真的是。我发现啊，你这个智商，你这个颜值啊，可能是智商换来的。当你是夸我好看吗？是是是。陈宇哥，你这是特意又来找我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上山办点事情，没想到正巧遇到你了吧。你怎么天天上来就能碰到我呀？缘分这个东西谁又说得清楚呢？我太难了。这车很好玩的，你要不要推一下？你人长得美就算了，不要想得那么美哈。表哥，你在哪儿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来来，不行不行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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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哼，我来。阿英啊。我们休息一下吧，你下次骑车出来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油啊。今天幸亏遇到了我，要不然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把它推回去啊？我检查了呀。检查了？那是半路上坏了吗？也没有坏。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我的妈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车不是刚刚坏了吗？我们也说坏了呀。那你为什么推着走啊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我是推着玩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我的天！哎，阿姨，阿姨，等我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啊！以后这些山路你骑慢点啊，你骑那么快太危险了。你外公外婆在家，那不行，我要去车上拿点东西。没事没事，我要拿了一会儿再过来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我还是拿了过来吧。就阿英啊，你那个车还有油是吧？那你把我运到刚刚我停车那儿吧。就这儿停，就这儿停，这儿你好掉头。行。行行，骑慢点哈。阿英，阿英，不是那个外公外婆在家吗？我怕不带酒会被赶出去啊，就买了个东西。主要是我想吃你做的饭啊。赶紧进来吧，走吧。好。陈宇哥，赶紧进来吧。行行行。
啊爽啊哈的时候我都跟他去吃吃一吃的，我吃一顿吃一晚上你给我吃两顿吗？陈宇哥，赶紧做吧。嗯，外婆好，外婆好。哎，阿英，你喂猪吗？我上午外婆说杀头猪招待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外婆太客气了，快快快出来。是的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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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样我就回去了，快出来快出来。太夸张了，快快出来出来出来，太客气了。哎，阿英阿英，你这又是干嘛？不行不行，太客气了，又是猪又是鸡的，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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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简简单单的煮个腊肉吃啊，我就喜欢吃你们这边的腊肉啊。我外婆都是好好招待你。腊肉很好吃的，我上次吃了腊肉很好吃的，鸡啊猪啊这些就不会搞了，太浪费了。快快快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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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吧，那我们就煮个腊肉吃啊。对，行行行行，我就喜欢吃腊肉。阿英啊，今天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啊。就不送了吧，你就回去了吧。那我也先走了。行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阿英差点搞完一件事情，你等一下等一下。来，阿英这个给你。你这个太贵重了吧，我不要。不贵重的，街上买的几十块钱的东西，拿去吧拿去。我真的不要。快点快点，你现在我拿下去我也推不了了呀，你拿着吧，买都买了，快点。行，那我就走了。陈宇哥，谢谢你，这是第一次收到，然后那你收了我的东西，以后就不要再收其他男子的东西了。啊，行不行嘛？那好，你答应我了哈，那我就走了。然后就不送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